七月份香港零售業總銷貨價值的臨時估計是291億元，按年下跌11.8%，差過預期。另外，近期有不少地產商發盈警賣資產，又反映了什麼時況呢？今年四月，摩根士丹利發表報告說，香港地產商賣樓毛利率在兩年內急跌，由過去的超過四成跌至近期最低只有1.1%。如果毛利率跌到10%，地產商未來財政年度的基礎盈利將會下挫4%-24%。英國金融時報在五月以香港房地產慘痛的蕭條標題報導恆基地產旗下 The Henderson 以及長江實業旗下長江中心二期兩個商用項目的出租率不理想，反映香港商用以及住宅物業市道同時下滑，形容香港四大地產商對市場前景感到不安。四大地產商之一的新世界發展8月30日發出盈警，預計將會出現20年來首次年度虧損，直到今年6月底的預計全年虧損可能高達200億港元。消息一公布，新世界的股价在之后一个交易日就急插，由开市报7.54港元跌到收市的6.83，创2003年沙士之后的新低，之后几日更加落过6.55，今个星期收市就报6.75。瑞银分析指，新世界的亏损大幅扩大，主要因为融资成本上升和人民币贬值所致，估计公司净负债比率会进一步增至84%，而200亿元的预计亏损已经高过公司目前大约190亿元的市值。新世界其实在中期业绩已经披露，直到去年年底，集团的总借贷和计息负债达到1622亿港元。新世界在今年亦都接连出售资产，包括三月向华茂出售御景新城商场停车场全部权益，套现40亿2000万港元。到六月，向集团主席郑氏家族私人持有的周大福企业出售深圳前海办公室大楼股权，套现14亿4000万人民币，折合大约15亿5000万港元。近日，香港媒体《星岛日报》又引述消息，指中国央企华润集团辖下的华润农地有意出价大约90亿港元合购新世界核心业务位于尖沙咀河内道的 K11 Artmore。 新世界和周大福企业在2015年12月将中国武汉、海口、成都、贵阳、北京、上海、青岛等的地产项目出售给恒大，原本可以套现339亿元人民币，但当中97亿人民币，折合大约117亿港元，恒大以永久可换股债券支付。去到今年一月，恒大因为债务危机被勒令清盘，新世界和周大福持有的恒大债券是否已经脱手，受到外界关注。除了新世界，近期市场亦都传出其他港资地产商放售物业，包括贸发局主席兼全国政协常委林建岳掌舵的家族企业丽新集团。丽新今年四月先向友邦保险沽清友邦金融中心一成权益，套现14亿2000万港元，较高峰期低50%。七月出售将军澳住宅南塘澳的商业楼层和公众停车位，套现5亿4000万，买家又是有央企背景的华润农地。近日传出丽新有意放售海洋公园万豪酒店，叫价50亿。另外，被指同步卖资产是罗英石家族的富豪系，据传有意出售六座位于市区的富汇酒店，其中三间在疫情期间属政府指定的隔离酒店，市场估值大约100亿港元。至于今年频频出手接货的华润农地，在香港主要经营物业有华润大厦、湾景中心、百家道二号别墅、木棉花酒店、瑞吉酒店等，物业管理就包括解放军驻港部队军营。
计埋华润农地已经成交的购入项目，以及市场消息的洽购交易，华润农地可能购入的港资抛售物业接近110亿港元。除了受楼市低迷影响，零售市道疲弱同样拖累地产商收入以至资产值。彭博报道说，尖沙咀前水经总部改建的商场1881 Heritage 过往有多间奢侈品牌进驻，吸引内地旅客排队消费，但目前30多间商铺入面只有3个铺位仍然租出。业主长实集团发言人说，商场正调整零售组合，计划提供更多休闲餐饮商铺以及针对 Z 世代品牌。商铺定位下移现象陆续出现，南区豪宅地段数码港商场近日在官方 Facebook 宣布，一间两送饭专卖店登陆美食广场，供应的两送饭价钱是55元，汽水另加5元。标普全球星期三公布，香港八月的采购经理指数降至 49.4， 较七月微跌 0.1， 连续4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反映营商环境转差，经济景气仍然处于紧缩状态，订单需求受压抑，当中以制造业所受的冲击最严重。但整体来讲，产出量和新订单的跌势已经在八月放缓。摩根士丹利刚刚在星期四发表的报告就说，美国稍后减息会对香港楼市有利，预期今年香港楼市全年下调 8%， 出年可望回升 5%。 不过报告亦都说，对个别地产收租股仍然维持审慎态度。